第八个问题，师父讲经时说过，我们的白天就是轨道的晚上，但又说我们的一个月是轨道的一天，请问两者是否矛盾？没有矛盾，这时差的问题啊，这个现在讲时差了，我们都有这个概念啊，时差啊，轨道他们的生活跟人道啊很接近啊，很接近，也很容易沟通。无论是古今中外啊，跟轨道接触啊，可以说都相当的频繁，记录很多啊。那么这个白天所以阳气盛，他们受不了啊，所以他一定是藏起来啊，藏在哪里，怎么样活动我们不知道啊。夜晚的时候阳气衰啊，所以他们很容易出来啊，这是讲活动啊。他们的寿命比人长，这佛在经上讲的，卧轨道的一天是我们人间一个月，所以我们祭祀鬼神多半在初一十五啊，初一十五祭祀啊。那么这就好像是我们人间的时候啊，这个早晨中午啊，这样祭祀。他的寿命呢也是以像我们人间一年呢360天啊，但是他一天是我们的一个月。卧轨的寿命，短命的是千岁呀，长命的是万岁呀，所以这个地方去不得了，很麻烦啊。我接触过我们家乡的城隍啊，他是附在身上，附在人身上来给我谈话，告诉我他是我们家乡城隍，我就问他，我说你当城隍当多久了？他说10000多年了。我没问他是我们人间10000多年，还是轨道10000多年，我没问他，很长，真是很长啊。他现在告诉我，他不想再做了，他是太苦了，啊，太苦了。就是做城隍的时候也是做好事啊，也是弘法利生的，帮助一些苦难的人的啊，真的现在人都不听话啊，都造作极重的罪业啊，很难劝他回头啊，所以他现在要跟我们一起念佛，也求生净土了，这很好。